22号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总部的通知，然后于从我们的广东总部，然后是运往武汉的。现在这个机器人煲仔饭呢，是已经驰援到了，已经送到了，武汉的隔离的定点医院，国资学院已经开始进行了整个的投入和生产的使用了。然后我们2月13号的时候到的武汉，然后设备的话，在整个路上它其实有一点颠簸，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些调试，根据这边的温度，然后把煲仔饭呀和整个的制作工艺做了一些改善。然后昨天的时候已经正式开始投入使用了，已经在于昨天中午和昨天晚上的时候，已经有把煲仔饭送到了各个的医务人员的一些手中和这边的工作人员，现在是在一个医院里面，然后后续陆续的话还有其他的设备会运过来。用的人的话，现在是我们这边是根据这边的后勤，每天会提供我们的他们的订餐人数，然后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数量来订，当然都是免费的，一个小时大概可以出100包到120包。